你看。它是限量的，它之后会有出那种，就是没有限量的那种版本。我觉得盒子可以丢哎、欸，因为用不太到。这个滑鼠店长这样，滑鼠店长这样。哎、欸，这个是。这个是它的形，它的那个形，它的那个滑鼠的形跟那个傻布是一样的，就是它一样是这个边一样是有一个凹槽，但是它没有像傻布那种就是防守汗的那种材质，这个上面是就是这不是防守汗材质，它这好像是做亮面的喷漆，然后大小跟傻布一样，然后我这是海军版，然后那个 Ben 他拿的那一套是空军版。对，那我们做两个人嘛，原本还有一个陆军版，那个 BB 没来，那就没啦。好啊，先换一下我滑鼠垫。像我今天要适应一下，因为我换一个新滑鼠，虽然说之前傻布也是这种手型，但是毕竟有一阵子没摸了，还是会有点差。这样。那你要换耳机啊？耳机要换啊！你习惯戴小耳机对？没有啊，都好。我要换键盘。对啊。很麻烦的。还好是你开的。对啊，就习惯一下嘛。键盘了，滑鼠换掉。怎样？感觉到了硬了、哦。为什么要贴这个？保护那个、啊，它只是一个，就是让你知道它是新的。哎，它这个缝缝会卡回去，我猜啦。你可是它没有中文字哎。你没有中文字会死。不会啊，哦，那就好了。那你的能力已经神到不用中文字。哦哦，是哦。可是你没有中文字，你看懂英文吗？这意思是看不懂的，你没有想到这个，你没有想到你会看不懂。这是不同版吧？同版吗？等下不一样吗？不同版吧。他是不是拿了新的给我？新的、啊。我是说右边那一版，就是右边那个没有。这是左边那一版啊，这是左边的。下面没有那个。那个？我不是给你看那个，这下面有六颗线。哦，那个是可能这个更旧了，但这不是最新的那一把，因为它旁边还是有。最新的那一把还没上市啊。那我可以先拿。不行啊，啊，它就没有上市没。先拿这个。啊，不知道啊，反正他们好像没有吧？有的话就拿那个给你啊，是不是、啊？哎，我滑鼠一个没反应啊！老板，你要装虚空城市啊？不用了。要啦。啊，有了，有反应。自己拿力吗？哥不用，我的梦。
好，哇，大家适应一下这招数，有点不习惯啦。这干嘛？我在看撞见的人有谁？哎，那个人是撞见的。为什么会有？这是什么名单？撞见到谁的名单？那时候没有打什么比赛？没有啊，就是庄敬高职毕业的人的名单。哦。为什么全一木还高清？为什么全一木还可以高清？全一木怎样？还高清？不怎样吗？高清。肉圆好大哦！你不觉得肉圆太大吗？太大。你不觉得这滑鼠垫太大吗？这怎么太大？滑鼠垫啊！你可以放那个啊，横的、啊。你可以放横的、啊。可是我放横的会挡到我键盘的，对。不是。不是横的。对啊，这样会挡键盘吗？会啊。哦，哪里放的啊？哎，不再过一点哦，这样就好了、啊。这样，你有没有键盘组啊？差不多啊。啊，这样的，怎么样？到这边试一试啊。给、欸，别把你的墙壁。嘿、hey, ，先来熟悉一下。可是你还没拆耳机。哇，这个。喂。哎。可以进去考考了。痛啥？为什么要看那边？不要，我不要看那边。是这样，这个
为什么看到分两个 USB 啊？啊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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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煮啥？我在执行辉哥命令，他叫我把那个 Rocket 赞助的东西，那个用到电脑上。辉去讲电话，不知道干嘛。快靠靠完出来了，啊，靠完，你靠完了，再说一次。我刚刚是 TESO 打过来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怎样？啊？跟我讲解一下。两个都差。你其实只要差一个啦，差两个差别在那个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上面应该还有其他洞吧？这里，如果说你两个都有插的话，你的耳机可以直接插在这上面，就不用插。对，只要插这个是键盘的。你就试试看，应该只要插一个就好了。你两个都插啊，反正你洞那么多。你不想每个洞都被人家插满吗？你要再插一个洞的。插一下，你这样子我插一个洞。搞不好那个键盘没感觉，因为它可能要两个都插上去才会有反应啊！真的啦，你两个都插啦，也没反应。对啊，所以两个都插，这样它才有感觉啊！真的啦，它那个电量不够，你要插两个。真的。哎呦！好啦。咱们开始吧。A 修改是什么？感觉到了。怎样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感？有反应了哦。果然是要全插啊。啊，这滑鼠超不习惯啊。你这滑鼠习惯吗？远远不认识我。啊，有人不认识你哦？啊，为什么人家要认识你？应该要认识我啊。为什么？不行。欸、好热哦，你去看眼镜，快。我叫。叫。要我开冷气。对啊，把门关一关。你脏不脏？不会啊，小北百货哎、欸，小北百货的。穿袜子的弟弟，看这边，你身高体重多少啊？穿袜子的弟弟，我没穿袜子啊！快点，穿袜子的弟弟，你身高体重多少？你是脚会冷？不会。这是朋友，他是朋友，他是朋友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啊。可是我前几场可能会有点累累的。我觉得应该累累的，很热哎、欸！你们开冷气啊？啊！为什么在电风扇在吹天花板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一个没办法？这一条它会等下被我掰断。你不要掰断。哎、欸，我可不可以？干嘛？去啊，去厕所啊！我是想知道可不可以让它亮，我想要让它亮的而已。自己想办法，你 Google 一下。不要。耳机有赞助，
我们要现在换吗？我们现在换耳机好了。现在换啊。好吧，换一下耳机。帮我猜好吧。自己猜呀、啊。我操！我在开直播，你帮我，你帮我换一下，会死哦。自己猜的，没手没脚。他这耳机是双声道，他不是 5.1 声道。有差吗？你如果是玩射击游戏有差，你会感觉，因为我之前有戴过那个 5.1 声道的 Rocket 的耳机，然后打星海，你可以感觉到他你是哪个地方的部队被打，他可以听得出来是右上角还是左下角这样。为什么双声道不行？双声道不行啊。双声道你只听得出左右，你听不出上下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啊？你知道双声道跟 5.1 声道差在哪吗？我不知道，要问你们。差到差在它双声道就是只有左右啊， 5.1 声道就是还有前后啊。所以 5.1 声道上下左右都有。对啊，然后有 7.1 的，就是还有更遥远。反正你去那个音乐管理员那边，他有图示啊。好豪华、哦。啊，好紧哦！哎，被好紧哦。很紧吗？我拔不出来。我用的都很松啊。可是我拔不出来。你刚刚也是啊。很紧哎、欸。插久一点就变松了。为什么要插？我上次拔出来啊。我没插过啊。它是一出来就这样子啦、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很紧。它快被我弄破了。很久啊，欸，可是我们戴这耳机的话，会变成听不太到彼此的声音了、啊。不会啊。真的吗？我们先试试看好了。今天先。我跟你讲，我几乎都不会戴耳机啊，我在这里。哦。它这个耳机是配我们的滑鼠的，所以我和 Ben 的耳机是有点不一样。你的耳机开了吗？你要把你的耳机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个，等等等等，那个，哇，他这个也很紧，他那个插在中间那个也很紧的。好了 ，OK， 大功告成。哎、欸，我按的那个键在发亮哎、欸。所以你是要用成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介绍一下它这个耳机啊，它这个耳机是，你看哦、喔，它是，它的功能性的话就是它是双声道，它不是 5.1 的，这个地方是比较，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，好酷喔、对吧、啊？可是其实打星海的话没什么差，打星海的话双声道就够了。然后它的这个耳机的颜色跟这个滑鼠颜色是有配的，你看我这都是这种灰色的。然后它的滑鼠垫也是有特别的，就是有配过的。然后那个、欸、你要不要放大、啊？放大比较清楚的。你再把视讯变大。好，等一下哦。视讯，这个灰色的，对，那它放在滑鼠垫就会长这个样子，这样有感觉吗？哎呀，靠，要按错。好有感觉哦。Ben 的也拿来看看，好不好？就是，然后在华虎店是长这样，它是有配的，但这个好像是限量的。那我听说月底好像有在卖，就我也不知道，好像会有特价吧。而且，然后这个耳机跟这个滑鼠颜色也是配过。那 Van 的它，你们应该看得到 Van 的吧？它的就是那种，它的是空军版的，怎么了？哎，是我开错了是不是，智障，低能儿啊！等一下，我按错，走开！看，低能儿实况组。等一下，这个滑鼠跟这个滑鼠垫是就是一起的，就是长这样子，长这样子。欸、其实我用视讯拿起来，至少不是更快吗？低能儿实况组。我来换一下，我用视讯拍好了，就是它是长这个样子，长这样。这是它的滑鼠跟那个滑鼠垫，然后
耳机，这耳机跟它的颜色也是配的，这是耳机，所以这是算是整套。然后 Van的也是啊，你看 Van 的那个，哎，干挡到了。Van 的它的那个滑鼠跟它的那个滑鼠垫，它的滑鼠垫看出来是跟我不一样的，然后它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我的滑鼠垫是这个样子的，对，是不一样的，它是空军版，空军版，对吧、啊？好 ，OK 啊、哦，你看它耳机也是那种颜色的，那它还有另外一版本是陆军版，就是那种军绿色的那种，就是看起来像陆军。好，先这样吧。咱们来打星海杯。现在是几点？我不知道会不会听不到你的声音啊？我如果用这个耳机的话，试试看好了。我在看辉的直播，看什么 A 片？你不是都在看 A 片吗？我有 FB 啊，可是私人呢、欸，私人 FB。哦，你说？不好意思。你上面都放，哦，对啦，上面有一些迹象啊。我就是因为有他 FB， 我才知道他的一些。闭嘴。啊。我这怎么办？我这样，我们是刚怎么丢啊？就直接拿去那个啊，丢纸类的、啊，楼下有收纸类的、啊，你要留也是可以的、啊。只是那个有点巨大、啊。咱们，他应该有分左右了吧？哎，他有他的麦克风哎、欸。啊？他有麦克风哎、欸。啊，他不是有讲。对啊，可是用我麦克风就好。我靠，头太大了。我把它调到最大。那你讲话看看。哎、欸，听得到哎、欸。好吧 ，Go。好累哦。椅子是好，看一下。结果不是赞助椅子，椅子应该最快也要礼拜一吧？灰是，我是怎么遇到 Van 的？因为那个。这个是很自在，这已经问过很多次了。因为有一次我要参加那个 NVIDIA 的那个 LOL 的比赛，然后那个 Van 就来我们直播台那边，就是有一次我就跟观众打嘛，然后他就加到对面去，然后是个精英阶级的，然后就把我们打爆，然后他就过来装作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想练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”然后我就认识了。哪是这样？不要污蔑我好不好？哦，有感觉哦，这个音质，有感觉，对，有感觉，我也觉得有感觉，我听的时候也蛮有感觉的。我原本没什么感觉，然后等到他那个懂的时候，我就有感觉了。现在搞嘛 ，NVIDIA 的比赛啊？对啊，就 NVIDIA 比赛，然后 Ben 就过来说那个、啊，我可以教你啊。要不是我啊，就是你哦，30万。啊，连 party 都没比赛。哎、欸，好有感觉哦！我说真的。你说声音、哦？对啊，我为什么戴上这个以后，我觉得我打那个键盘声音也变好听。对啊。对你有感觉吗？有啊。最好是你有感觉没戴。刚刚有戴呀。就是那个。对，没声音的那个没。但是我讲话的声音会不至于变大声，因为我耳朵被罩住，我会听不到自己声音，就要讲大声一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现在发现是怎么了？只要我把耳机放这样，然后我只要看东西，就会有声音跑出来。然后我刚刚就看有女生的声音，然后我就突然吓到。哦。最好是我朋友在那边知道。代言哦、啊，买耳麦。我今天有跟那个 Rocky 那边聊了，所以要等他们跟那个跟他们的那个叫什么、啊，他们的代理商那边聊过才知道。那为什么会住在一起哦？
因为 Van 他想要那个，他想要怎么讲啊？因为我原本开这个工作室是想要跟那个 BB 一起弄嘛，然后那时候想说，其实位置还蛮，我家这边还算大啦，对，累了就那把 Van 叫过来，他累了就可以直接睡了。就整天都在睡，都整天都在睡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个不合哎、欸，这个滑鼠，这个鼠键夹不合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打遍是打 low 的，耳机型号我看一下。之后有机会的话，我这边应该可以买，可能可以卖比较便宜，然后限量的，或许就是。要过几天后才知道这个。我拿到滑鼠，型号是 KAVE XTD， 看到吗？这是它的型号。这是我是要戴这个的耳机。看到吗？我把它放大一点啊。好，奇怪，我那个暴雪音霸灌了就没办法开启。他说什么本区域不支援。打天梯，我们继续把那个钻石账号打一打，好，把它打死。这个滑鼠其实它握起来就跟那个 Rocket 的傻物的大小是一模一样，只是它的那个材质不一样，材质比较不一样。开始转圈圈了，真假？我看一下，我的直播没有丢失硬格，所以应该哦。键盘型号，哎、欸，你键盘型号是什么？哎，看到了，键盘型号是，看这键盘太重了，而且把它弄太破烂了。键盘型号是这个，全是血。这个有没有看到 ？RYOS NK Pro， 对，这是Saban的在用的。然后这个其实我听了很多啦，它的那个功能那些，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就是它这个，你看有没有看到它这个蓝蓝的？它不是全部蓝哦，它是有些有蓝，就像这个 T 啊、H 啊、K 啊，这是可以自己设定的。所以说，你可以自己设定说哪些你要蓝，比如说你是打喽，你可能就是 Q W E 啊，把它设蓝色，其他就不要改颜色嘛，对吧、啊？那星海的话，你也可以把你有用到的热键把它设颜色，就是它是可以自己调你要哪个亮哪个不亮的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像 Van 就在摸这个、啊，你是不知道这有什么重要的，但是他好像很热衷。你看是不是？你刚才上次在用那个哪个要亮，还不错啦。那等 Man 过一段时间用的怎么样，他再跟大家报告吧。对，因为他上也是刚拿到哎、欸。来吧，天梯。他不是5.1声道哎、欸，他是双声道的、欸。
对啊，它是双声道的。这个的是双声道，但这个也有出 5.1 声道，只是我的这一个是双声道的。为什么？没有，这个和之前那个傻布的不一样，他的隔音没有那么夸张。之前他和之前的 OK 那个耳机不一样，之前那个耳机是你戴上去对不对？然后人家跟你讲话你都听不到，就你妈叫你去买酱油，酱油没了，那个煮晚餐没有酱油，去买酱油，听不到，你绝对听不到。这样就可以不用去买酱油，你知道吗？差超多了。没有足够的金矿，这样你妈就会变成说，我、哦、靠这。他听不到，那只好自己去买。你就可以不用少跑，你就少跑这一趟就赚到了，对吧、啊？而且我们打这种游戏的时候，你看你上班下课回来那么辛苦，对，下班下课回来上课已经，你早上8点开始上课，上到5点回到家6点多吃个饭写功课，对，想要好好玩个星海，结果你妈叫你去买酱油，你受得了吗？叫你去买酱油，当然是要戴这种耳机，完全隔绝你老婆跟你讲话的声音，你就听不到，就不用去买酱油啦。对你打得正开心，这样被中断，那个兴致就没了嘛。回去就是要好好休息，所以我就非常推荐当初那个耳机哦。啊，这个耳机的话，它的隔音效果我觉得没有上次那个那么好，但是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比较符合我的需求，因为这样我才有办法跟那个 Ben 对谈，不然我都听不到他的声音。是你？是吧？我上次听得到他的声音了。你没有足够的精通。可是还是一样哎。就是如果说它有那种轰轰轰的声音的时候，你的声音还是会被盖住。所以这个也是可以，也算是可以避免去买酱油的那种耳机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它不会很夹啊。这个我、哦、想起来，这个耳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我觉得我很喜欢，就它是轻量化的，它把它做的比较轻，它戴起来不会很重。能量不足。再说我要先。就是这个耳机戴起来不会很重，它是戴起来感觉是很轻的，就像没有戴耳机一样。对，开玩笑，我从来没有戴到一个耳机戴起来像是没有戴耳机一样。你可以不要嘴炮吗？你不觉得戴起来没有重量的感觉吗？跟你讲真的，你是不是觉得很轻？重量。我感觉就像没有戴耳机一样啊，那么样的自在。不管你带着它，你晚上睡觉都带着它，不管你怎么翻滚都不会侧漏，真的，绝对不会有东西流出来。这耳机就是那么厉害，轻量化。